國記咧喺澳門咧成立咗差唔多接近20年啦，到而家咧我哋大概有11间分店嘅，咁咧分布喺全澳門各個地方啦。近年咧我哋接受到澳門政府嘅呼籲啦，引進來走出去啦，亦都跟住政府嘅步伐咧出去參加咗一啲嘅展覽咧，對我哋嚟講咧增加咗一部分嘅業務，亦都有好大嘅幫助對我哋中小企業。